平生，我看这两天外面挺乱的，我有点担心婆婆，我一会儿想去看看她，行吗？原来准免主的菜。 很好吃，这是我以前从没注意到的。他也很懂得生活。我才发现，我并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他。我和瑞眠就这样度过了新婚的第一天，平静的，浑然不觉。这种生活，好像原本就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一样。不知道鸭山镇是否也像我一样平静？在这个世道里，平静。 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好了，哎，谢谢啊，再见。我要剪头发，我来帮你剪吧。你想怎么剪？有多短剪多短。这么长的头发要留很多年，剪了很可惜的。我要剪。 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瑞眠，以后每个月月底拿账本去找宋伯父对账。哦，知道了。关门吧，累了一整天了。请喝茶。哎，谢谢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老爷说，小姐大婚的那一天呢。 想请陆师傅去做个头，陆太太也一起赏个光吧。宋伯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安排的。哎，好。听到佳怡结婚的消息，我心里只有祝福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资格参与到她的生活，也许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可以给她富足与安稳的丈夫，我祝福她。 希望他比我幸福。这就是婚姻生活吗？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长此以往。结婚之后的佳怡，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吗？他会跟叶江天说些什么话，做些什么事呢？今天婆婆本来想留我在她家过夜的，但是我一想家里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，我就不敢答应她。下次再去，你跟婆婆说一声。 让他搬过来和我们住吧，照顾的时候也方便一些。嗯，我下次劝他。哎，对了，你明天想几点钟去给宋佳怡梳头啊？清早就去，梳完头我就回来。
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明天不是要早起吗？给佳怡做个发夹，就当结婚送她的礼物吧。做完了就睡吧。医生，哎，婆婆说她脚疼，我想带她去看看大夫，顺便帮她干点家里的活。好啊。嗯，那个，你一会儿去帮宋佳怡梳头，帮我带句话，替我谢谢她，也祝她幸福。好的。活着呢，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说什么呢？你还没死，我怎么敢死？再说了，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我死了他怎么办呢？这一大早晨你就死死死的，多晦气！你别在这假惺惺的，这不是你的儿子，你不配。呦呦呦呦呦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啊？我绝情？我绝情得过你吗？我怎么绝情了？我还不是出去找营生了，为了咱们一家三口，要不还回不来呢。就为了赶回来吃老宋家的喜酒。那你可就别想了，人家根本就没发请帖给你。是吗？哎，这宋丰年够无情的啊。哎，陆师傅也没请吧？陆师傅，陆师傅，哎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啊，瑞眠，你也要去啊？啊，不，我去县城给婆婆送药。要是可以的话，还是回来吧。嗯，那你也别太晚了，我走了，我先走了。陆师傅，我们走吧。哎哎哎哎，老娘们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人家宋小姐结婚不梳头啊。陆师傅，我们不理他，走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这娘们心里还有我。帮我谢谢瑞敏，我想他现在一定很幸福。我突然想起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：男人天生是为有光彩的女人而生。大姐，哎，你来看看，这样行吗？行，这也太好看了，这哪还像新娘子啊，简直是画影戏里的女明星。你看，佳怡，你喜欢吗？
你说了算。毕竟女人是为有手艺的男人而生，不是吗？那就这样吧。这现在是时代不同了。以前我们嫁人的时候啊，都是娘亲亲手为我们梳头，这现在，卢师傅，以后我有机会再嫁人，你也给我梳头好不好？好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帮我剪头发吗？记得。多久了？两年，不，三年了。是吗？三年了，我怎么觉得像昨天发生的事儿？现在你结婚了，我也嫁人了，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怎么觉得我出嫁都是你把我送出去的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就别提了。咱们人啊，总得往前看。这人活着，不就是希望明天过得更好吗？你说对吗，陆师傅？对。所以我说呀，这人啊，不能执着。什么情啊、爱呀，该过去就过去了。刘大姐，我宋佳怡能有今天，还真要好好谢谢你。宋小姐，有些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。你今天高兴也是嫁，不高兴也是嫁。照我看呀，你不如痛痛快快、高高兴兴地嫁出去，这样啊，我们陆师傅也能放心。你说对吧？这发卡真好看，在哪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当兵那阵子，嘿，一枪刺挑俩，那血喷的，洗好几天都洗不掉。哎，陆师傅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刘大姐还要送新娘子。哦。哎，陆师傅，陆师傅，今天是叶师长大喜的日子，他想请您去部队里帮个忙。
师长。嗯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平生啊，气派吧？啊？也许这不是嘉义想要的。伯父，如果叶江天今天不是个市长，您还会让嘉义嫁给他吗？平生，就算叶江天不是市长，你不还是个理发的吗？市长和宋佳怡小姐的新婚大喜之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祝叶市长和宋佳怡小姐百年好合！举杯！恭喜市长！恭喜市长！干杯！生啊，原本这件婚事我也很犹豫，毕竟佳怡是给人家做姨太太，可是江天知道这件事就登报了，把原配给断绝了关系。你说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宠着佳怡，这要结了婚，那对佳怡该有多好啊。女人呐，就得有个人照着没想到您亲自来，请。司令，这就是内人佳怡，严司令。司令好。嗯，真是绝世佳人呐！好看，这头发也好看，这是最时髦的。我去过上海，我见过最时髦的，也没这么好看。谁做的？他表哥。啊，哎，那什么时候请他也给我那个黄脸婆子做做，省得我每天回家看见他就生气。乔司令您说的，谁不知道严夫人是上海她有名的大美女啊。叶市长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恭喜啊。你猜我给您带什么礼物来了？哎，您能来就是我的荣幸。嗯，拿上来。司令，新婚之夜，给你壮壮阳，
一副鹿鞭，两坛壮阳酒，这对你好，啊，对新娘子更好。报告。嗯。司令，紧急电报。嗯。部队马上要调防了。所有师以上军官立刻到司令部开会，军情紧急，看来你们的蜜月就只好马马虎虎了。是，司令，我是党国的军人，能为党国效劳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新娘子，我只好把你的新郎官给带走了。我非常愿意把他捐献给国家，抗日为重，对吧？对，人好看，觉悟也高。嗯，诸位，现在我宣布，婚礼到此结束。最后，我们得唱个歌。唱什么呢？大刀歌会不会？会。很好，来，大刀响。预备，唱！刀枪，鬼子们低头唱看去，全国爱国的同胞们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。佳怡，佳怡，在部队里等我回来。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部队就是我的家，以后也就是你的家，就待在部队里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小马到，送夫人回屋休息。是。夫人您请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女婿还没过来敬酒这就散了。这就是我们师长的房间。您的行李一会儿我让人给您送过来，您先休息吧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您可以叫我。我先下去了。谢谢。
也不敢。小朋友，我来帮你们放吧。家那位呢？他在那边喝酒呢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你这表情就是有事儿。至于吗？不就是个娘们吗？再说，你不结婚了吗？没事。早点休息吧。做媒好不过三代，傻老娘们非趟这趟浑水，作孽呀！不就是个理发师吗？干嘛那么拼命？要是以后都剪不了头发了，你要我怎么赔啊？佳怡，这画里该不会是你吧？就是我。平生，平生，啊！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这里有多危险啊！我以为你死在里面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可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们说好的不见不散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等你的。所以，我是不会和你分开的。就算我们永远做不了夫妻，也要留在离你最近的地方，守护着你。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，你会离开。佳怡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鞭炮炸的。为什么要放鞭炮啊？为你高兴。我嫁人，你高兴？你怎么不把手炸断了呢？鞭炮太小。
起来，起来！回来了，回来就赶紧睡觉吧。我错了，这次我真是大错特错。我要知道，那宋家小姐跟陆先生是一对的。说什么我也不能帮叶江天介绍这门婚事。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就算你不在里边瞎折腾、瞎搅和，人家宋小姐照样会嫁给叶江天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要不在这里面掺和，我能这么难受吗？照我说，是那个剃头佬自己没本事，把宋小姐给抢回来，难过也是活该。哎，再说了，他家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他难过什么呀？不一样的，绝对不一样的。陆先生看绿棉的眼神，跟看宋家小姐是不一样的。不会吧？你老公死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也没滴几滴猫尿。你会为一个不相干的剃头佬难过？跟你们这种臭男人说不清楚。你给我滚，以后别再来我这儿。你这骚老娘们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你滚不滚？给我起来，给我起来，起来！轻点儿。我在树林里都睡两天了，今晚就别赶我走了。哎，这，你不怕人家听见你上我床啊？听不见。妈，我始终还是走了你的老路，嫁了一个我不爱的人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瑞眠为平生牺牲，我为瑞眠牺牲，这个牺牲是值得的。起码我还能忠于自己的爱情。可是我好想，虽然我刚刚离开他，我好怕，我怕这次分开以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幺七二师，张金斗到。你给我死守在这里。是。幺零八师，王德全到。你从那儿迂回到统领，牵制住那里的日军。是。七十一师，叶江天到。你负责桐城的防御。是。你们都清楚了吧？清楚了。很好。就这样吧，散会。江天，
计坏了吧？瞧您说的。对了，司令，我还没好好的谢谢您。谢我干什么呀？谢谢您让我留守桐城。我毁了你的新婚之夜，我得给你点好处补偿补偿。哎，那个壮阳酒啊，不要喝得太多。晚上睡觉前喝一小杯，喝多了要倒枪的哟。妹子，看进去了。可惜昨天晚上你不在，错过了一场好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去问你们家陆师傅去。刚好点亮了你的眉梢，命运的微笑闪现在苍天的嘴角。如果你期待期待，我会钟情一生去寻找，去寻找。残阳西照，铺出了黄昏的云桥。岁月的叹息，颠沛了流离的世道。只要你相伴相伴，我愿听从宿命去飘摇飘摇。人海总如潮，白帆海上何方寻绿道？天若有情啊，天亦老。红颜变又老得早，这如何？这如何？